是我。 要不我去买点药吧。哎，你买什么药啊？止痛的。哎呀，拉倒吧，拉倒吧。那我去买个邦迪吧。还邦迪？对不起嘛。本来我是想给你个 surprise 的，结果差点狗带。 你太突然了呢！不突然能叫 surprise 吗？啊！坐下。靠近点儿。 哎呦，我去！这脚是谁踹的呀？你快送他去少林寺吧。疼吗？能不疼吗？这也就是我，这要换了顾青，早就玩完了。你喝酒啦？对啊。 和谁？啊，我和我初中几个最好的哥们儿，他们非要让我把你带出来，我没答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一个人的呀，你只能我看。啊。 哎呦，你看见这儿了吗？嗯，这儿最疼了，是你打的吧？都红了。我会不会变成脑震荡？我不会变成智障吧？要是肿起来就麻烦了。哎呦，哎呦。 就算天还未发。
放晴，答应我会一直拽紧勇气。简直就是大叔啊你啊，大叔多好呀！大叔有三好：成熟、忍耐、好推倒。嗯，姐姐好凶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乖啊，别看了。人家好奇嘛，嗯。想间接的长点知识。哦，不是知识。进去吧。那你回去路上小心。现在啊，等我一下。没问题，咱们去哪儿？哟，快来，还真是病了啊！瞧这脸瘦的，瘦了一圈啊。所以今天得多吃点饭补一补。嘿，好了，今天呀，苏总请客，一定多吃点啊！来，快来。谢谢苏总。别客气，吃胖了，大惊不要领。还有我。嘿，开玩笑啊，不会放过你。来，吃饭，吃饭。等会儿去厂见了。好嘞啊。一会儿咱们。我要跟你谈谈，一会儿就行。放开我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要知道什么？知道我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哎，你谁呀你？啊！告诉我！哎，别打了！对不起，王总，滚！王总，对不起，告诉我，我女儿怎么死的？